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二面，第四行，三十三天。上一次我们讲前面十个段落代表菩萨十回向位，跟诸位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只说到第八位前塔婆王，那么后面呢还有两位，一位是月天子，一位是日天子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以很短的时间把它补充出来。月天子在本经的排列将它排在欲界天，它代表菩萨清凉慈悲，月亮是照夜晚，夜晚呢就好比是无明生死长夜。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的说出菩萨在六道众生堕落在无明长夜里面，菩萨以慈悲之心，以真实的智慧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。上首十位德号啊，都显示清凉的意思。经文在总结里面提醒我们，清净心遇到善缘，这才能引发你的慈悲，引发你的智慧，开启自信智慧的能。我们每逢夜晚见到月光啊，要懂得做如是观想。这个观想呢，诸位同修一定都听得很熟悉啊。可是怎么观想呢？这就难了啊，知道的人呢就不多。我们用最普通的话来说，这个观想啊，就是改变观念，这个大家就好懂了。看到月亮啊，就想到菩萨的清凉慈悲，在夜暗里面呢，
照耀这一些有情的众生。我们应当效法菩萨，以清凉心，清凉心实在讲就是清净心的，慈悲心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。他表这个意思，每一天晚上抬头看到月亮，可不能说低头思故乡啊，那就搞凡夫了。所以李白那个诗，那是十足的凡夫，他不是修道人。修道人看到明月，低头要想行菩萨道啊。如何效法菩萨心啊？广度一切众生。所以这个观念就改变了。这就叫做观想。这个观想力量啊很大。常作如是观，就是你常常能够把那个念头拉回来。从妄想里头拉回来。这是真正做功夫，这是真正做学问的。孟子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说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平常我们的心很散乱，攀缘外面无欲流尘。学佛之后呢，佛告诉我们，事事物物都是表法的，懂得表法，立刻呢就把观念呢换过来了。同样啊，是一种境缘呢，一种境界，同样的缘分。为什么给各个众生感触不相同呢？世间人感触也不相同。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好啊。有的人看到欢喜，有的人看到悲伤啊。个人感触不一样啊。那些都是世俗染心俗。学佛的人看到这些境界，能够想到佛菩萨在经教里面呢对我们的教诲，教我们接触这些境界之后应该怎样回头，怎样学习佛菩萨，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是月光菩萨了。月光菩萨不是经上念的，自己变成月光菩萨。常常做这样观想的人，时间久了，他心地自然就清净慈悲。我们学佛最大的难处，真正是所谓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啊！不但读经文法常常间断，
所以你这个功夫啊就不得了。古德教人，读经闻法了，随文入观了，随着经文呢，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，必须要天天改，时时改，这个样子累积3年5载，就收到很好的效果，真的改过来。那么许多同修学佛很多年了，学佛学了几十年了，毛病丝毫都没有改得过来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间断。所以古德教导我们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我们对佛法所说的怀疑，夹杂，间断，无论是读诵、闻法、修行，都犯了这个毛病啊。佛在大小乘所有经论当中，诸位仔细去观察，几乎每一部经论里面都教我们修布施。最普遍的了，我们学会了没有？没有啊！到寺院道场来捐一点钱，那叫布施啊。对“布施”两个字的用意都不懂啊，他如何能够落实？怎么能改变他的生活？怎么能改变他的思想呢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过去不晓得，正是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，先人无知，这个不能怪他。他没告诉我们。为什么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佛这一句话意思很深的，说得很重啊。如果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了解了，要做，做给别人看，要说，要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一切众生就能够得真实的利益。菩萨道、佛道从哪里修起？我在学佛，这刚刚开始学佛，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啊，我在方东梅先生那里得到了讯息，知道佛法是智慧。方先生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知道佛门里面有宝啊。我认识佛法还不到一个月，有这个机缘认识张家大师，头一天我就向他请教，我说我知道佛法的好处，方先生给我介绍，
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的就能够契入？张家大师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问他从哪里下手？布施两个字。可见的这个布施，是佛法里从初发心，一直到如来究竟圆满的果地，还是修布施。佛法没有别的，布施的意思，舍己为人。可是这个事情是越舍越多，你舍财，越舍财越多，你舍法，越舍智慧越多。你能够舍己帮助别人，无微不至啊。健康长寿就多多了。千经万论了，佛在一生当中不知道讲过几十万次几百万次，天天讲啊。为什么收不到好的效果呢？大家对这个话怀疑，表面上是相信的，实际上呢怀疑。为什么呢？善财难舍呀！真正叫你舍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肉痛了，舍不得了，怀疑。对于佛所讲这个殊胜果报啊，很难相信。赚钱好不容易，我舍掉了，舍掉钱从哪里来？夹杂自己的妄想，夹杂着你周边这些人的直接。那些人劝你不要迷信啊，不要上当啊，不要被人骗了。所以佛法殊胜功德利益了，你得不到，始终得不到。所以我劝诸位同修仔细去观察，你看个人，一个人学，这一个人得福，得无量福了。这个团体学，这个团体兴旺，你细心去观察，有证据在。这个佛法讲所说的三转法轮，示转只是你告诉你，劝转劝勉你，做正转给证据给你看。做生意的，这个做生意是以盈利为目的的。可是菩萨上人呢就不然了。菩萨上人呢，他是以服务社会、服务众生为目的。他经商，以经商这个方法
来修菩萨道啊，来修布施啊。结果他做生意也发财，那个财源不断而来啊。这边来呀，那一边布施，布施去，愈施越多啊。我们看到个人啊，这还能不相信吗？啊，清净信心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很好啊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啊，清净信心能生智慧。智慧才是真正之宝。智慧是什么宝呢？三宝里面的佛宝，法宝。佛宝、法宝都是真实智慧啊。信心不清净呢，自信里面真实智慧生不起来。月光是表全智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，全住全智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智慧，也就是我们讲处世待人接物的智慧。全巧方便，所以月天子代表第九回向，第九回向叫无缚无着解脱回向，它代表自在啊。缚是比喻，比喻不自在，好比你被这个绳索捆绑着一样。人被绳索捆绑就不能动弹了。无缚就是没有任何法来系缚你。这个缚通常是代表烦恼，也就是说明你心里面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一切时一切处心安理得了，身心安稳了。无着，着是着相，与一切境界相能够不着了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身心。无住就是不执着了。身心生的是智慧的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。身心是帮助一切众生。月天子表这个法门。最后一位呀，日天子，太阳，太阳的光强明亮，照得很远，表菩萨智照。所以佛在经上用月亮表全智，用太阳表实智，实智是根本智，照破无明烦恼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根本智
是自受用啊，厚德智是他受用啊，用月亮代表厚德智，代表他受用。所以我们处世待人接物要慈悲啊，要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来处世待人接物。对自己呢，要用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是一念不生啊，没有妄念的，这才叫真正叫自受用。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，自受用就是无知啊，无知无念，一切皆无。你说那个心多清净啊，六祖慧能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，到本来无一物的时候，你的自信现前，这是自受用，真实智慧啊，真实智慧呀，叫照，照见了。心经上告诉我们，观世音菩萨，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住真实慧呀。啊，无量寿经上讲真实慧。他住真实慧，心经上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住真实慧。他自在啊，他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是自受用啊，这不是他受用啊，自受用啊。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就是万法皆空，心地清净到基础，平等到基础，智觉也达到基础，一个妄念都不生啊，这叫成佛，这叫做正果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就有能力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了，众生有感他就应，应是全知，就是显示出来的是慈悲喜舍全知啊，利益众生啊。这个意思很深，希望同学们细心去体会。今天上午有同学问我，佛经里面讲的三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是什么意思？古大德解释这个三身，我们看他的注解，越看越麻烦，越看越不懂。
看了几十年还没搞清楚。我用最简单的方法给他说明，三生就是一生。佛有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我们也有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在哪里呢？就这个身体。一体三身啊，我们这个身从哪里来的？从化身变现出来的。化身是什么？化身是根本质。化身是理体，它是理，它不是事啊。报身应身是事，事从哪里起来的呢？从理起来的，它有个道理。所以化身是理，化身是体，它不是相。这相从哪里？相从体里面变现出来。哲学里面所说的，宇宙万有本体，本体是化身，化身是一不是二。佛在经上常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，这就说明我们跟佛的化身相同啊。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，他讲三世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共同一化身。我们的离体相同吧，从化身变现出报身，诸佛如来的报身，包括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的报身，智慧之身呐，智慧成就的，有生无灭，化身是不生不灭，无始无终，报身是有始无终，有生无灭。我们这个身呢，也是报身，什么报身呢？业报身呐，不是智慧报身呐，业报身呐。业报身呢，这个报身有生有灭，有始有终，它也是报身。怎么说报身呢？你自己生活里面的感受就是报嘛。你过去生中修善，你生活得很快乐啊，那个快乐是果报啊，是你享受的啊。你自己所享受的那是报身啊。过去造的很多恶，现在感受很难过，那也是报身啊。也是你的果报现前。所以从自己生活受用上来说，我们这个身是报身，业报之身。我们以这个身帮助别人，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劳力去帮助别人，那叫应化身呢，应身呢。我这个说法呢，大家就好懂。所以每一个众生呢，都有三身啊。
但是佛的三身跟我们不一样，佛已经是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槃，所以他的报身有始无终，有生无灭。但是佛的应身呢，有生有灭，有始有终。像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，示现八相成道，那是应身，有始有终，有生有灭。这正是佛法里面讲尘缘再来的，我们是尘业力来受果报的，没法子，他们是尘缘再来的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相。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，他就示现什么样的方式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跟我们人没有两样啊！他们今天还提了个问题，有很多人问，每个人都学佛了，每个人都成佛成菩萨了，这个世间还有谁做工啊？人人都做佛做菩萨了，这家里还有谁烧饭呢？那这个社会不就整个就完了吗？说这样话的人，对什么叫佛菩萨不懂啊？以为做佛做菩萨就像寺庙里供的像，一个个端端坐在那动也不动。他的想法大概就是如此了。那样的佛菩萨太可怕了，我们决定不能做。佛菩萨是人啊，你明白之后啊，那个个个人成佛成菩萨，烧饭是谁啊？佛菩萨在烧饭。做工的是谁啊？佛菩萨在做工。华藏世界、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是这个情形啊。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啊，全是诸佛菩萨。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偶尔也有实现的。过去过前寺厨房里面烧火的寒山师德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在厨房里打杂了，风干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在对房里头推磨啊，他不知道那些人是佛菩萨。你们又怎么会晓得？我们这个道场天天给你端茶，天天给你盛饭的，天天照顾你的，诸佛如来菩萨化身在其中啊！你还嫌弃他，还讨厌他？确实有佛菩萨在此地照顾大众啊，要不然道场哪有这么庄严，哪有这么殊胜啊。让你感觉到这个道场有佛菩萨在里面应化，你的恭敬心才能生得起来啊。
不可以小看了，恐怕他是菩萨再来的，不要得罪了，多修一点福啊。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所以佛菩萨活活泼泼应化在世间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。你仔细观察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的，他不自私，他为人，他能够舍己为人。这个人决定是佛菩萨再来，决定不是一个平常人，平常人做不到啊。平常人哪一个人不自私自利啊？哪一个人不贪图享受啊？像佛菩萨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财富、有地位，过的是最清苦的生活。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凡人，凡人决定做不到啊。凡人有钱一定要贪图享受啊。在美国非常明显，他一个月赚2000块钱的，他住的那个区大概收大家收入都差不多。如果他薪水提高了，一个月赚3000块钱了，他赶快要搬家，要搬到3000块钱那个区里去住，表示他的身份高了。凡夫啊，一个月赚3000块钱，还住在2000块钱身份的呢，他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啊，更舒服啊。他不肯，他要往上去爬，爬得好辛苦啊，负债累累呀。那么这些人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，不知道怎样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很可怜。所以这个日月在此地代表的实质全知，我们以实质自理，以全知理一切众生，那么日天子是代表第十回向，第十回向是入法界无尽回向，用日天子来表法好啊。光明遍照啊，你才能入得了法界。日天子我们现在明了，太阳是个火球啊，燃烧自己照耀别人，这是我们讲的牺牲奉献所以用它来表入法界无尽回向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。那么这一大段经文从阿修罗王到日天子表十回向，诸位要知道，十就是一，一就是十，初回向为就已经具足
后面的九种回向。啊，七种，任何一种都居住其余九种，这才叫圆满啊。圆满才是真实。啊，我们凡夫修行之所以那么艰难啊，很难契入境界，就不懂得圆修圆证，不懂这个道理啊。爬楼梯，一阶一阶往上爬，爬得很辛苦啊，叫渐修啊。圆顿根性的人，好比坐电梯，从上面一直下面一直上来了，当中每一个阶层都没有漏掉啊，圆满去做啊，这是我们不得已用这个比喻来说，其实比喻没有办法比喻的恰到好处。一定要自己细心去体会。华严经上，任何一位具足一切位。所以真的是圆悟、圆修、圆证。圆证就是圆满的生活。这怎么不自在？这是过的真正诸佛菩萨的生活，大圆满的生活。我们要细心的在华严经里面学习。这个大圆满是永恒的。你得到之后，一得永得。生生世世享用无穷无尽。说回向就跟诸位介绍到此地。下面经文四十二念第四行。三十三天。那么从这一段开始，一直到大自在天王，这里面也有十段，一共是十大天王，佛用他们来代表十地菩萨，利益众生的因果理事啊，这道理啊，跟这些事项。三十三天王代表初地欢喜地，请看经文。复有无量三十三天王，所谓释迦因陀罗天王、普称满音天王、慈母宝吉天王、宝光床明称天王、化身喜耀吉天王、可爱耀正念天王、须弥圣音天王、成就念天王、可爱要净化光天王、智日言天王、自在光明能觉悟天王，如是等二位上首，悉数无量，皆请发起
一切世间广大职业。那么这是第一段。33篇，这个里面的故事我们就不必说了啊，诸位要晓得33天怎么来由。佛学字典上有，这个法院注林里头有，经律意象里头也有，还有许多古今大德注解里面都注得很详细。但是在此地必须说明，33天是一层，不是33层。有很多人误会，认为佛家讲天呢只讲33，那是外行，完全不懂佛法。佛家讲天呢一共有28层，28层天，欲界6层，色界18层，无色界4层，总共啊28层天。28层天就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尊佛的教化区。那么33天是第二层，第一层是4王天，第二层是忉利天，忉利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就叫33，这33呢梵文叫忉利，这忉利天就33天。在此地说无量33天，这一句话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，绝对不是说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都有这个33天的名称，那我们就搞错了。33天，欲界第二层天，那是一切诸佛刹土都有欲界6层天，这是第二层天。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第二层天叫它做33天，这里得有个特别的缘故，我们也得略略的说说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诸位必须要懂得，是现在我们讲现任忉利天主，那个忉利天主常常换的，不是他做到底的，他做完了别人要来做的，这个诸位要晓得，现任的这个欲界第二天主佛讲过去因中发心修塔，这个福报很大，一个人发起，当然这个塔花费很多，不是一个人力量能够促成的。如果他一个人有力量把它造成了，那他就不叫忉利天王了，可能有别的名号了，就不知道了。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发起，另外有32个人帮助，就33个人共同把这个佛塔了建起来了。果报呢就升到欲界第二层天，就做天王了。那么发起的人
就是帝释天王，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。他住在这个第二层天的中心。那么他的四面每一方啊，还有八个天王，那是帮助他造他的，四面就32，连他自己这总共33位天王，相当我们一个国家，这个领头的人、发起的人，他做总统。国报好像是他做总统，帮助他呢成就这个功德的呢，都做了省长了，这个国家呢还有32个省，那些人都做省长了，省长是小的天王，就有这么个意思在，所以有能力独自修福的佛大了。那佛太大了，但是那个真正的佛体你要认识清楚。很多人看了佛经，哦，建塔建寺有这么大的好处，拼命去建。建了将来有没有这个果报呢？不见得。为什么呢？他只学这个表面的模式，他不知道其中的内容。外面外表学得很像，里面完全不是。你想建一个塔寺，李炳老过去常说，大家在发心筹建的时候，募捐呢，个个都是菩萨了，热心呢，劝募啊，建好之后啊，都变成罗刹了。争权夺利就是这个场是什么道场呢？斗争道场那还不如不见呢，不见没有过时，见了之后找这么多人天天在斗争，天天在毁谤三宝、侮辱三宝、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。所以建立道场塔寺，我们清楚了，明白应该怎么做呢？先有修道之人，然后再为他建道场啊！没有人，你建那个场干什么？建得越大，越容易引起人的贪心，引起人的嫉妒心，引起人斗争。你不叫造罪业，你发心建一个大寺庙富丽堂皇干什么？你是戒引大家入地狱啊！那地狱门呐，进去都下地狱去了。干这种事情不怀好意呀。所以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，你看中国大陆这个寺院丛林的建立，你看看他们的山志、他们的历史，最初都是一两个修行人，修行得很好，受到大众的尊敬、敬仰，以后跟他学的人慢慢多起来了，小茅棚逐渐扩充，人数再多了，再建个殿，建个大殿，建几间疗房，这样建成功的。没有说先建好的时候等人来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这是我们要认清楚的。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我一生不主张建道场。
我没有发劝人呢，发心呢，在道场上出一片瓦，出一个什么柱子没有？我劝人印经，我劝人放生，我劝人呢救济病苦，我不劝人发心建道场，因为我看到很多道场都不如法。如法的当然有，少数我没见过。所以我自己一生没有道场。我行布施虽没有道场啊，我住得很自在啊。我生活得很自在啊。这就说明了一个人修布施啊，一个人决定的福报。福从哪里来，不要去想它，自然就来了。决定呢动不着，也决定啊摸不着。我们深深相信因果报应的。所以这是33位功德主完成这一桩善事得的这个果报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他所建立的这个塔寺一定是由高僧大德主持，在这个地方弘法利生，他得的是真实功德，真实的果报。那么这是现任的这一任的玉皇大帝，在中国人讲玉皇大帝是这么个因缘，那到下一任的呢不一定也是这个因缘，哪有那么巧啊，又有32个人去修塔吧，不见得。佛在经上讲现任现前这个欲界第二层天竺啊，是这么个因缘我们晓得就行了。那么说无量33天，33天代表欲界第二层天，设方诸佛刹土都有三界六道，那么换句话说都有欲界，都有色界，也都有无色界，这是表这个意思。下面举出十位上首，名号也是表法，地舍天王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。他是以十善业道教化众生，所以世间人能够修十善业道修得很好，上品十善死了以后都生忉利天，这是世间修善的人呢将来生出，福报很大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，他的寿命1000岁。你去想那个寿命多长啊！所以忉利天人看我们这个世间人可怜啊。寿命不到1天的就了，真的是朝生暮死，所以他们看到很感叹呐。我们认为呀，哦，已经很长命了，100岁了，人家看1天呢。
他们修十善业道。那么佛说，上品十善业道升天，中品十善业道得人间的福报，下品十善业道大概都到堕到阿修罗道，所以阿修罗也很有福报。地尊释迦因陀罗天王，释迦是印度话，这个因陀罗也是印度话。释迦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能忍、仁慈啊，所以我们的本师的号叫释迦牟尼。可见的这个天主啊很仁慈，他能够人民爱物啊。因陀罗也是梵语，意思就是主。如果是用释迦因陀罗直接翻成中国意思，就是天主。能天主是释迦翻作能，能主。刚才说过了，他是以十善业道教化众生，把他列在第一位，意思就是教我们要修十善，要持五戒，五戒十善是修学的大根大本。戒跟善在形式上啊差不多，实质上呢不同。实质上不同。五戒里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十善前面生三善完全相同。五戒里面的不妄语，十善里面呢说得更详细。把这个不妄语这一条啊展开为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。而五戒里面有个不饮酒，十善里头没有。十善后面呢是无贪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所以十善呢是善因，善因必定得善果啊。而五戒不一样，五戒是出世间的善。为什么呢？他希求的果报不一样。修十善呢是希望得善果啊。修五戒的人不是希望得善果。希望得什么？得定啊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所以他是出世间的善。五戒是出世间的，十善呢不出世间。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戒心呢，还是我们一念的心，一念祈求人天果报，这就是善。无戒也变成世间善法。如果一念呢，不祈求人天福报，祈求超越世间了生死出三界，那个十善也变成五戒了。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，你看33品到37品里面所说的内容
把五戒十善融合成一体，如果能遵照佛教诲去修学，发愿求生净土，你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！这是我们要明了、要记住的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如果不求生净土，可以说他没有成就啊。生到忉利天不算成就啊。忉利天的寿命很有限的，我们看起来很长，好像值得非常羡慕，实际上就是像我们看水面上那个小虫啊，在水上游来游去，我们叫浮游啊。人可以活上几十年呢，那个浮游的寿命几个小时。正如同忉利天看我们人间一样，我们人看浮游就跟忉利天看我们人一样。你说有什么意思？我们看这个小虫朝生暮死，寿命那么短，忉利天人看我们就跟那小虫一样。可是化落天他化自在天看忉利天人呢，那个寿命也就我们看浮游一样，不能比呀、啊！一比就晓得不行啊。六道里面寿命最长的是无色界天非相非非相天，佛告诉我们寿命80,000大劫，这最长的了。80,000大劫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来比一比，那个西方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看到非想非非想天人呢，也是朝生暮死啊。所以必须要知道啊，三界六道里面只有苦没有乐，全是假的，全是一场空啊。佛教给我们是真实的，一定要去决定求生净土，这是一生成就啊，真实的大圆满。如果我们要在一生当中真正成就，一定要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诲去修学。经上讲的殊胜功德利益，我们决定得到啊，没有丝毫怀疑。我过去教人念了凡四训，天天念，决定不间断，念300遍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印象。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会想到，这个书本里头怎么教我的？他起作用了，不是熟透啊，起不了作用。今天我们要替阿弥陀佛工作，要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工作，要替
一切众生来工作，特别是一切众生当中祈求这一生往生不退之人来工作，你要懂得护法。所以学佛呢，要知道密集的熏修。学教我们提倡一门深入，深入你才能开解，你开悟啊，你才能得受用。无界实相这么重要，为什么不能做到？念得太少了。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揭露出来作为挽课，用意在此地。每一天念一遍，无量寿经太长，怕大家没有时间去读诵，揭露两段，将这个四十八愿作为早课，32品到37品，这是一个大段路，作为晚课。全经这两部分最重要了，早课劝你发愿，晚课劝你忏悔，反省忏悔，持戒念佛，我们才有救啊。我们编扩诵本呢，是依据这个理念来编。诸位要认真做，决定会有效果。早课就是发愿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。晚课与阿弥陀佛同德同行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扩诵本的编制完全是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现前大众所犯毛病来定的，决定不是不尊重古人呢。古人编的这些扩诵本在那一个时代有利益，治那个时代众生毛病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病比那个时代严重啊！那一副药拿到今天来已经不灵了，收不到效果了，所以那个药方里头不能不换几味啊，不能不加强啊。道理在此地，有许多人找麻烦，说我不尊重古来祖师大德，自己要编一套东西，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。我编的扩诵本也没有是劝他修啊，没有啊。我编的扩诵本是我自己用的，我没有劝别人。大概有一些人跟我的毛病差不多，看到我这个扩诵本生欢喜心，我们毛病相同啊，用这个方法还有效啊。古时候那个扩诵本我们的确不起作用。早晨楞严咒、大悲十小咒念完之后什么也不知道，
念得再如法，也是落在无明里头。清凉大师讲，有心无解，增长无明。就是我们天天何必去增长无明呢？从前人行，现在人不行。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无界十善，在十地菩萨初地第一句就提起来了，释迦因陀罗天王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能奉行无界十善的人欢喜，法喜充满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，他代表欢喜地。那么这岂不叫善因得善果吗？我们如果真的能学到长生欢喜心，就一定要认真奉行无界十善，你就能长生欢喜心。第二个，普称满音天王，称是称述，是宣扬，普是普遍啊。满是圆满的，圆满之音，称扬什么呢？就在这一个小会小段里面来讲，称扬无界十善。有没有人这样做呢？有，印光大师就是这样做法。印祖当年在世，可以说是尽毕生的精力，劝世间人断恶修善。他老人家一生所奉行的、教化众生的16个字啊，顿伦敬分、贤邪存诚他做到了顿伦怎么讲法呢？爱护同类也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得的是人生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爱护一切人。人是动物一类的，人也是动物一类的，那么这个爱心要扩大，爱护一切动物。动物这属于生物一类的，再扩大爱护一切生物啊。顿目伦常啊，把你的爱心从自己、从父母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扩充到邻里乡党，扩充到国家社会，扩充到整个世界，让自己生活在爱心之中，这是顿伦。
佛法常讲啊，护念、关怀、爱护。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，那你就是诸佛菩萨，这个才叫大慈大悲，尽分，尽自己本分，应该尽的义务，一定要做到。知道我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身份，是什么样一个地位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要做好啊！决定是服务社会，服务人民，服务一切众生。无论你在哪一个工作岗位，都要认定我是义工啊！忉利天主也是义工啊，也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他的职务是天王，天王的职责君亲师，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，做一切众生的君亲师，君领导人，亲父母啊，老师啊。父母要养育他了，老师要教导他了，君王要领导他了，这是他的职责，要尽到他的本分。那么我们今天发心出家了，出家人扮演的什么样角色，什么样身份，是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我们一定要把社会教育工作做好。这个教育不是一般教育，佛陀教育。佛陀是什么意思？大觉、大智，这是大智大觉的教育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每一个接受佛教育的人都变成大智大觉，这个教育才成功啊！不是教人迷信的。现在人听到佛教就是迷信，这个是误会，是错。佛教是智慧的教育，所以佛教教学的目的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是以这个为目标的，然后才晓得尽分。尽分要把五戒十善做出来给人看啊，不但要趁熟，还要做出来给人看。只是趁熟而做不到，别人也很难相信。
自己一定要做到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上首菩萨一共有100位，所以这个第一位，我们把它的意思缩小来说，约束在五戒十善上。如果要是展开，那就是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。这个才是止于至善啊。如果就净宗法门里面来讲，这两位天王合起来持戒念佛，释迦因陀罗王持戒，普称蛮音天王念佛，持戒念佛，决定往生不退成佛。所以这是普称蛮音第三尊慈母宝积天王，这个名号里面意思很清楚，教给我们以慈言示众生啊。宝积是什么呢？慈悲是真正的宝啊。慈悲能够化解一切的灾殃啊！因为一切的灾难、殃救都是贪嗔痴慢累积的结果。慈悲能够化解，所以佛法提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方便就是全知，那么然后你才晓得慈悲是实质啊，真实智慧啊。慈悲用种种方式表达在外面，那就是全知，那就是方便。从真实爱心里面流露出来。这叫宝积，积前面讲的很多，跟床的意思一样，高险。让社会大众听到了、见到了，都能够明了。这就是宝积意思。第四位宝光床明称天王，佛法里面讲的宝通常讲三宝啊。三宝是什么呢？觉、正、净，这个叫三宝啊。正觉，一切通达明了，
这是报啊。正知正见，你的思想见解跟诸佛如来一样啊。我们初学的人要随顺如来，不能够随顺众生啊。随顺众生错了，要随顺如来。随顺如来这一句话很空洞，无法落实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标准呢再降低。我们随顺无量寿经，这就容易多了。我们真能够找到一个依靠啊！随顺无量寿经所讲的道理，随顺无量寿经讲的方法，随顺无量寿经讲的境界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获得幸福美满，这一生过得很自在啊，来生决定往生不退成佛。这个是究竟的大圆满，这是宝啊！可见的这个地方讲的宝，是自己的自信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有许多对佛法排斥的人，我们遇到了，怎样帮助他？自己要懂得。你可以问他，不信佛不要紧，你相不相信你自己？他一定很自负嘛，我相信自己。佛是什么？你晓不晓得？佛就是自己啊。佛是自己的真心，佛是自己的本性。不信佛，不相信自己有真心，不相信自己有本性。这跟你讲真话了。佛不是心自心之外还有个什么人呢？不是的呀。佛法称内学，不在外面的，外面学不到啊。信佛就是信自己。你看看欧耶大师讲信愿行三字两，他说信，他说了六个，第一个信自己。人要没有自信心，在这个世间无论修学什么法都修不成功，自己不相信自己能成就，他怎么会能成就？那这个做小偷也相信自己今天一定可以偷到东西，他才能偷到啊。他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他也偷不到啊。那恶事尚且如此，何况善事？信心排在第一了。学佛的人没有别的，就是要信自己。
啊，自己性德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宝藏，啊，无量的德能，你首先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，然后再想办法开发自信宝藏啊，你才得受用啊。如何开发？那得要问过来人。诸佛菩萨是过来人，他们已经开发了。我们向他请教，他用些什么方法？我们可以模仿，可以参考，以他为借鉴，帮助我们开发自信宝藏。就光是代表智慧，床是代表显著明显，那么这个就是自信的觉正境，放光了。后头名称两个字太好了，名称就是宝光床的总体，就是自信的德号。这个德号是什么呢？诸佛如来的名号。就是自信的德号啊。诸菩萨的德号。就是修行的方法。菩萨表因地。如来表果地，修因才能够证果，而诸佛如来的总号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世尊是代表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的。所以世尊这个赞叹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总赞，八个字。所以我们才晓得阿弥陀佛的名号是自信的总名称，总名啊。念这个名号等于说全部你都念到了，自信智慧德能呢，一丝毫都没有漏掉啊，圆圆满满在这个名号之中啊。称名功德不可思议啊，这在无量寿经都跟诸位详细说明过。阿弥陀佛就用名号这个方法普度虚空法界一切有情众生，而这个方法无比的奇妙，
获得一切诸佛共同的赞叹。这不是一尊佛赞叹了，一切诸佛都赞叹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太妙了，太殊胜了，太稀有了。我们今天很幸运，明了这个道理，接受这个方法，能不能成就，看我们是不是依教修行。如果依教修行，决定成就，毫无疑惑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